好，我是 Willie。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ine。今天呢非常兴奋的呢，要和大家呢分享这个最流行的这个塑身裤。好，又是裤。我告诉大家呢，这一个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名牌中的名牌，它是升级版的 Kodenshi Contouring Pants。而且这条裤子呢，它是180%的 made in Japan 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呢 ，OK， 它是在日本呢是第一名 ，OK， 销售调整型服装的这个制造商。而且我们的这个 Elisa 品牌哦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啊，在市面上呢已经是非常出名了哦。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裤子，它是一个有人体工程学的一条裤子哦。我们的这个厂家呢，他们呢在这个研究这个裤子呢，其实已经有超过35年了。因为呢，他们知道哦，我们讲一条裤子呢，其实在最难的部分呢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整个臀部。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形地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做。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腿好像越来越短，我的大腿好像越来越粗了。最主要是因为它跌下来了哦。所以呢，当你穿上这条contouring pants 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臀部呢，它就会修复了。我们腿呢，整个呢就会修长，而且整个这个臀部这边呢，它就会被提上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3D bucket 呢，而且呢，我们可以集中点。这个 3D 的这个 bucket 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臀部提上来了。过后呢，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这边的布料呢，它是要薄，而且可以撑住，而且又不容易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呢，我们是用德国最新的这个机器，配合一群专业的这个编织专家呢，跟它裁缝起来，所以它是一次过整件式的裁缝，而达到不同的气种的那个编织法。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所以当你伸下去看的时候呢，不同编织的法呢 ，OK， 它的借口呢。而达到天衣无缝啊，就是没有借口，所以呢，它是不容易破的哦。所以呢，当你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裤子呢，它还可以修复我们整个 inner fat， 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这边紧的话，我们肉就会跑出来了。跑出来的时候呢，当我们走路啊摩擦啊，主要关节就会黑哦。但是我们这条裤子呢，它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哦。再来呢，我们的这个高腰的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自己都会有肉嘛，是不是都会有所以呢，当我们这个高腰的时候呢，我们的肉呢它就会挤在这边哦。再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它的 V shape 的这个shaping， 这个 V shape 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压到我们的淋巴，所以呢它的这个呢，而且呢它的这个不要压到淋巴的时候呢，我们走动呢它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对，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这个裤子。那除了人体工程学之外哦，我们这神奇的裤子呢，它用的不是一般的那个材料，它用的是 Kodenshi 光电子纤维。这跟一般上市面上的这个能量束裤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外面的一般的裤呢，它的那个陶瓷颗粒只是覆盖在那个布料表层的，所以可能洗多几次过后，那个陶瓷颗粒就脱落，就没有这个有红外线的效果。而我们这个 Kodenshi Fiber 呢，它是把那个陶瓷颗粒呢融合在这个 Kodenshi 的 Fiber 里面所以变成呢，其实呢，它可以提高整个远红外的线的这个吸收，也比较耐久。所以当我们穿上去皮肤过后，这个 Kodenshi Fiber 只要接触到这个皮肤呢，它就可以吸收我们皮肤的这个体温，然后呢就会产生那个远红外线。所以穿上去整件呢，就会感觉到有一层温度在保护在我们的这个皮肤外层，是非常舒服的所以配合这个高腰的设计，就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子宫，它就可以保护到这个子宫的卵巢所以就可以帮到一些像经期啊这些有病的这种问题哦。再来就是可以温暖我们的这个胃部也是，所以你可以间接帮到一些这个胃部的问题咯然后当然它整个呢就会刺激我们那个脚部的血液循环，让我们躺住也是可以帮忙分解跟分这个酸溜带所以睡觉都可以瘦嘛，是很开心，可以健康，可以没事然后下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呢，其实就是呢，我们不是一件普通的裤，是一个有 medical 更有医疗等级的一个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裤子呢是有设计好一个不同部位的这个 compression power 这个压缩的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在了解我们整个血液
循环系统里面的，我们的脚呢是需要就是让那个血液回流回来心脏的，但是脚呢没有办法怎么做到呢，所以就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靠到运动那个小腿 muscle 的这个收缩了。但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运动哦，可能坐住还是年纪大了的人怎么办呢，可能就开始有血液循环的问题，就一开始可能当你按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很像是有水肿的问题开始，不然就久站的人他就会有那个静脉曲张，或是老人家呢他的那个脚踝那边呢就会开始肿胀，或者是他的脚板那边呢也会开始一些有皮肤的问题，都是因为那个静脉血没有办法流回去。所以外面一般 doctor 呢就会叫我们呢可能去买一些 compression 的 stocking， 就是市面上可能都要几百块，但是它都很硬很难穿，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但是我们就是配合人体工程学，它有这个德国科技哦，它是有三段的这个压力点的，就是分别是26 20跟14的这个 HPA 啊，所以穿上去过后就无形中有一个泵这样不停的帮我们把那个血液泵回去那个心脏，所以很像24小时有人帮我们泵睡觉走路的人帮我们泵，有人帮我们马赛，是不是很幸福哦？所以它除了血液循环外也帮到这个淋巴排毒，再结合刚刚那个红外线的这个效果啊，所以可以解决很多健康的问题。我听说穿了这个裤过后5天内啊，那个小腿就会瘦掉，就是因为它帮我们排掉一些多余的水分。哇，这样那么神奇的裤到底谁需要穿？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穿的，无论是你是时常坐住啦，一直要站住啦，一直走啦，或者是穿高跟鞋啦，还有呢就是身材过后呢更需要穿。或者是有些人很喜欢去健身跟运动，有没有？如果你穿这些裤子呢去做呢，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它的整个血液循环呢可以帮助到更好。如果呢是妈妈呢，我们在家做家务的话呢，也是很好的效果。我们穿着做家务呢，又可以瘦又可以美哦，所以呢很好哦。对，这样那么神奇的裤子，我们讲到这样，很多人因为我们这多少钱？对啊。但是我们 guarantee 在这里跟大家讲哦，这个价位哦，这样子的价值肯定是在外面找不到。Yes， 所以其实这件裤我真正 launch 呢是在明年的三月，是现在呢其实是这个预购阶段哦，我们已经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了哦，所以大家一定呢只要在12月15号之前哦向我们预定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过年前有没有一件美美的裤子过年，所以不要再想了，马上就联络我们哦，马上就订购属于你的 Codenshi Condoring Pants， 拜拜。